水吗？喝一口吧。他对他怎么那么好啊？他对他真的像孩子一样。张亚琼坐在后面，那我看前面开车。喂，你干嘛坐后面？他说我整着前面跟他吵架。张老师他们呢？张老师坐一起的。我怎么有种感觉，他们俩要复合？对，这他们今天都用一个冰淇淋勺吃冰淇淋了，是吧？嗯，一个勺吃冰淇淋了。还有个，我真吃不了那么多。吃不了就放那边。哎，浪费！来来来。心动了呗。我觉得张老师还是一直爱着郭老师。嗯，他觉得郭老师不爱。我也觉得。但你又觉得他俩是想。那郭老师跟我说他不想呀，他是一个讲感觉的人，但是我觉得这两天他有感觉。你说张老师这两天拼命的骑马呀，然后帅呀，在郭老师面前是不是有一种雄孔雀开屏的感觉？雄孔。